妈，我也打油枪。想打油枪啊，宝贝？哪有油枪啊？等着我。打油枪的有人了，我们先玩下跷跷板吧。我们来一起玩好不好？你坐那，我坐这儿。开始了，一、二，开始了，一、二、三。宝贝，我还发现一个好玩的，你看，那有一个大喇叭，来拿这个大喇叭来喊一喊小二宝。二宝，你在哪里？哇，这么快都喊来了。我在这里。哇，我一喊你，你都能听见了。你放学了没有？我放学了。小朋友不玩了，你来玩吧。幸好我抢到了。嗯。我抢到。你上得去吗？上不去。来好了。这油枪有这么好玩吗？好不好玩？来好了，妈妈退一下啊，一二三呢，小心点啊！哎呦，又踢着我了，你都踢着我的手了！哎呦天哪！我踢你吧。